当当我去到病院的时阵，感谢碰哥在旁边陪我，因为我看到伊的囝儿逝世，拢总六个囡仔，十四个孙啊，大家到现场的时阵，他的儿女当面甲跪落来。这首歌叫你曾经爱过我，老师安尼唱歌，会感觉讲啊，刚才有讲，我要爱大家，有当时也袂赴，是，所以希望有需要亚文老师的所在，伊拢是尽量赶较到。另外有一位查某囡仔叫做徐丽玉小姐，在顶顶礼拜发生的代志难听，到底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徐妈妈呢，伊的状况就是。平时都无感觉安怎，忽然间感觉无爽快呢，上急诊已经是癌症末期啊！哇，这严重！啊，已经规个癌拢摊开啊！那伊查某囝知影了后呢，知影讲妈妈呢上大遗憾就是去听亚文的演唱会的时候呢，没有握到亚文的手。然后呢，伊咧听演唱会时，伊就甲问伊妈妈讲：“妈妈，你看亚文啊有水无？”妈妈讲：“我年纪大啊。”距离那么远吼，我实在是看无伊生做安怎，但是我敢若听歌声，我真满意。啊，看到伊咧甲人握手，我来当握着伊手，毋知偌好。查某囝讲：“妈妈，咱钱看卖咧，看会当钱较头前无？”结果无法度，因为人太济咧，无法度钱来头前，甲我握着手。等到妈妈已经病倒了后，这个徐小姐才讲：“妈妈的遗憾，我要甲补起来。”我爱赶紧来找亚文老师，我到底要去倒找？伊怎伫一个网站开始写着讲，我妈妈已经急症啊，赶紧的希望所有网友你帮帮我，我怎么样找到詹亚文？啊，都有人甲报讲，你赶紧的，赶紧的找三立电视台，赶紧的找超级夜总会。也因为安尼关系牵上了这条线，我才去病院看到这个妈妈。当当我去到病院的时阵，感谢碰哥。在旁边陪我，因为我看到伊的囝儿逝世，拢总六个囡仔，十四个孙啊，大家到现场的时阵，他的儿女当面甲跪落来，跪伫我的面前甲讲：“亚文老师，你的恩情我一世人都袂甲你袂记哩。”这个当下我的心足痛，我痛的是啥物？我足自责的。我无法度照顾每一个爱我的歌迷，我只希望你大家拢会当平安照顾好家己。如果你有甚物需要，只要我阿母若做会到，我一定会做到底。好，这是用讲的，我们老师老了白晒，甲大家说讲出伊的心声。但是迄天伫个病房进行是安怎？这段影片真珍贵，很珍贵。咱是第一摆看到，请看来。
向都很喜欢听雅文老师的歌啦。原本已经看到雅文老师11月份会在中坜有一场，原本想要带他去唱，后来妈妈就生病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去看雅文老师的演唱会。那我们想说，妈妈这么那么喜欢雅文老师，那我也试着从影明会里面能得到雅文老师的资讯，然后想能不能替我来圆这个梦，那妈妈还可以再看一次雅文老师。妈妈，我哪问啊啦？我来给你看，可是雅文，哦，我哪问啊？妈，你讲你刚客袂入去，客袂入。雅文老师的手已经摆好你看。妈妈，你要加油哦！好，我特别来给你看嘞。哎呀，这样子呢？陈老师啊，你本来这么地，给你牵手哦，你赶紧走，紧好，将你个脚看好，目睭紧着看好。咱个心交予菩萨，身体咱交予医生，咱要有信心吼，啊，你要加油，好不好？那彭小姐先生吼，去来第一上课边啊，好，彭小姐好来来，是你个，好来第一上课，好，好，彭小姐好，本人个来第一上课边，甲你看啦，好，你把书包一边进，大家拢在甲你指路啦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做爱听，你做爱看主持人节目，那你头去看天山有玲珑啊，对，伊个彭小姐本人。我即卖来伫个面头前，你目睭睇较紧嘞，吼，睇较紧嘞，吼，睇较紧，吼，你要较紧，吼，较看，吼。甲我结婚48年啊，吼，48年外，吼，会使讲，迄足伟大个就对啦，吼，甲我要生6个囝，吼，啊，今有14个孙，吼，有拢请完啦，拢请完啦，伊即卖要甲我娶去吼，我足唔甘愿个就对啦，我足。会使讲，我足唔甘啊，足不公平，对对啊，足不公平就叫。为着海风，我写情歌，写花入人心，你敢有看？一粒心沉在深情海岸，若有快车，你就幸我。迄天伫病房内底，其实迄个先生甲阮讲，是妈妈已经陷入昏迷，讲拢袂精神，无精神。现在姚老师的入面，目睭全微微张开，所以在听你唱《深情海岸》的时阵，其实伊是目睭一直看姚文老师。我第一摆伫我面前看到人用伊的脆皮脸颊去捂人的脚，这都是姚文老师。伊的身躯我甲懵懵嘞。就发现讲伊个脚有够冷个冷，我用我的双手较紧来搜搜咧，啊，希望会当甲捂好烧，但是安那捂拢捂袂烧，我就赶紧咧将伊个脚捂着我的面，嘴皮，我的嘴皮颠倒较烧吼，安尼甲捂好烧一下。别人个是大人，嘛是我个是大人。如果在你个身边有需要帮助个个案，拜托咧。伫只阿文啊，甲你拜托，请你甲超级夜总会联络，只要做会到的，阮会尽量。虽然万项代志爱随缘，但是阮感觉，如果若有你一点啊随缘的，伊一点啊行善的，大家康康做伙起来，咱的社会都无暗角。